可以移妹。可以稳赚。你救不救嘛？你不救，那玩意儿死。叫一次死，那这铁豹很喜欢玩拐弯球啊，每次都打气球刀都是为拐弯的。修好了是吧？那这边小机子，空姐修的。好死这个先知。在摸人，机子也没修，摸前锋再救的话，还得抽箱子，那你买插电机啊？什么垃圾这是？
我跳还有延迟，他跳没有。恢复得快无所谓，我大老远就看那个前锋在那跑，走了。那空姐修大房呢？真就不修机子呀？你对谁的跑啊？哇，这祭司和先知全都没在修。你就不修呗。真的怂哦，真的，我不抓人的先知和祭司，鸡碰都不碰一下，全都是前锋和空姐在修，也不碰机子。
见过怂的，没见过这么怂的。我开机我就看着机子两台机子一直都不动。你现在在修，现在开始疯狂修，刚才一直都不修。前方还有大量球呢。注意一点。这么快的吗？我人都傻了，秒不好。这不应该换个金身了，换个金身就完事了。你重新修了，我知道我手机子。点了吧，平局。往平局打的。不一定平，这有个祭司，我不让他走。他有洞，我不知道他会在哪打洞。他从二楼下面打个洞，他就能走。但是如果他打洞的过程被我抓着了，那应该是他会死。那我看着哪里行了？还在上面蹲着呢，你等我也等呗。
有洞，听见声音了。跑得动吗你啊？没事了，这个技师这他妈待到二楼不走了是吧？接了个藏洞，刚才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能不能带走？我是蓄力刀的。这把不会又是这几个先知什么的吗？怂的都不修机子。前锋，哎呦，每次看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都不在修呢，那就是前锋这边是有两个人的，会有人给他交替机子。看你说，你看就知道了，人换机都没人。前锋表面前锋修，然后实则的就给你变成，就换着先知的交替机子。我贪了气球刀，我日，不甘贪呢，不活该吗？这不是？
哎，我刚才没戴耳机玩，这个边说话边说话边打，给我打翻车了都。来赢了呀，人被偷了。这把专杀救人 A 呀，这是。
大吉，手势要比被偷要好。双弹攻击无所谓的。他没带怀表，可以换人挂。还敢回来修呢？那我再一波加速，又把你带走了呀。这是在去 VIP 里面了，真给力呀、啊！你跟看这血，鸟没打，他没减速。这又不是一挂死，你都倒地掉口上了。
这个人还贴那么紧，早就知道这个人不对劲了，他突然给你搞你一顿。瓜娃子。开球呢？哦，跑那么快不累不死吗？人还过半了。很喜欢玩螺旋球，你玩螺旋头我不出刀了，我等你降完再给你一刀。他也没什么球了，可以杀了。你这自秒我去。哎，没有用，大不了就大不了一起让黑妹修三台，我无所谓的。让黑妹修嘛，看她开不开心。就接着玩大王，听见没？我就不信了。再不穿没了呀。这把这完全是纯吐丝了呀。已经有人修了。我打了隐藏伤害，但没用啊。好卡我的。神仙游戏。这么快啊。真的是个神仙游戏，妈2080都带不动，卡死。
哎，又是能赢的局，宋平，宋才童子。红蝶呢？这么贪吗？老老实实挂你的人不好吗？最后一刀还打中我了。这不仅要打我，还要锤我。哎呦，手贱了。啊，早就跟你又没说了，我在这边救人，他非要过来。哎，无所谓了。的话，传送你自己选一个呗，你还不得倒？还刷一波分，记在背手。希望他有怀表，这家伙要没怀表就炸了。没有用，你摁住。还好我今天中午打的是屠夫。
防御杀娃娃啦。黄衣带决裂了，瞧你慌的，哎呀我日，吸他吸他吸他，哎呀这吃的不给力呀、啊、这都没吸下来，救啊救啊，用护臂啊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个护臂留着是过年呐、啊、他刚才出奥数你不救，你现在救等着双倒吧，卖娃求荣，压好了，我铁屁股无所谓了，其实改版了还是那么弱呀，去修啊，哎呦我怎么可能修得动啊，你又没怀表，谢谢你们能把事情搞得这么简单的，非要搞复杂，
你摸得快。能赢的局，非要去贪那，非要去贪那个救援分，还来说什么呢？你调上去去补机子，我去救人，怀表直接当硬仗，他非要自己，非要自己去救，哎，头都大了。这个黄衣也是的，你咋这么贪呢？能赢？这踩中的脚了，那你怎么过去嘛？黄衣也是白给，你是老老实守时必赢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安静的出奇。做了个闪现，你屁股那么挺，坐着吧。他挂空姐必丢两台啊，我这边修一半了。先知打算给我鸟，但我并不想要。你这个蜘蛛心态都崩了，下来给你一枪。你还带着闪现，你还挂不了人，我还要踩你的丝，你还要白给。不是这么玩的呀。三层丝，那我挂加速这边呢？
手机子。 点直接点啊！
刚才我的鬼屋把板跳了，还有一波翻板加速，可以的，基本上就炸了。不用修了，我直接跟空姐一起修就完事儿。枪也交了。前面不用压，还没点呢。麦罗，下一局。但是那局你想赢很难呐、啊，除非你开外挂。我感觉这五来了。帮我下个板子。哎呀，你这闪的什么玩意儿？炸了炸了炸了，你赢不了了。把石踩了呀，石都不帮我踩一下。你以为我不敢翻吗？
看你了。哎，都不敢撞了，我的妈！带着闪现呐、啊，教都教过了，当你面教的，都不来撞一下。白给了吗？这你还能双倒，牛逼呀、啊！队友牛逼！敢传吗？我姐这有枪，打他，撞他。拉的可真，你球技术拉的是真的好，兄弟，真的牛逼！你这你八成是连风衣都没装，你就开始拉了。去我这边来了，我先不修。他一旦聚到人，我就不修了，直接跟，防止他闪现一套带走，然后上阵了，就骗他们。不交闪了。空姐交替一下，你去，我修。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没救下来人，然后我去撞。空姐电机被补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发挥了。嗯，下次我就应该。就在这边待着，又是飞行器。
人都浅了。跑了好快啊！我起了，我等会还要去骚扰，希望杰是有怀表吧，要不就帮他扛到死，帮他扛一句。点的也太不灵性了吧！哦，他们一刀，吓死我了！你装，你敢装吗？你装我就撞你！下去了，真的逼着别人玩前锋，烦死了，又那么久都不能赢。又是小丑，还是老样子，有人吃一句就直接过去，拉锯了我就不修了，那你修。又是没一刀了。现在就一整刀子鬼，这还能死的吗？闪现杀我！猴子呢？我就。秒掉了，死保他！不用下板子，
说不出话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白给一次，白给两次，白给三次了都。师伯，我救人。全都被吓了呀！自己套路自己呀，这人。一旦寄生了就不修了，不修了，寄生了直接帮他驱捡圈去。寄生打了，下一波要闪现了。这是顶座，里面的外面，完了，翻出来就好了。你这死地下室的我难搞啊。你往外面爬，
你是真敢签啊！哦，哎呦，这都撞到了，我人都傻了，人都傻了，别玩啦！哎妈耶！玩物丧志啊，你这是？那副将就在你旁边呢。没有用，你寄生的没有用，你寄生有用个锤！闪现！啊！谢谢你们哦，真是谢谢你们哦！这个人胆子是真的大，我的个妈！哎，气不气？你没有闪现，你气不气？今天非要盖他一板子，给他来个狠！走！我还要中，这不是圣的剑士吗？前面这么低价，我非要开个球去搞他一下，你这，哎，放给我了。爱哭鬼，这图你敢玩爱哭鬼？然后正好我选的还是个克你的，杀前锋啦！没看见。这人皇鸡不能待了呀！等我无脑跑大船完事。秀达，秀达。就我，哎呀，过半了。
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，顶多就是他插眼我会有点麻烦。这能换啥？换闪现吗？不给你来一下，你是不知道狠。这啥玩意儿啊，我大了，我没了，尽力了好吧。看他看他们能不能打个平了。我还以为他能修起来呢，你搞得原地丢个磁铁。